化层次。据绿线台北综合报道。被艺术家梵谷、毕卡索视为是奇幻饮品的草本蒸馏酒品牌，日前举办了调酒大赛。从百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15位优秀调酒专家，以草本以及肉桂两种风味的蒸馏酒为基底，调制出一杯杯令人惊艳的作品。